今天融资的目标是300万，资金分布方面我们会 focus 在 B2B 的渠道扩展、品牌体验馆、提升我们的信息系统、流动资金跟扩大我们的产品线。这笔资金我们将会在1到18个月里面完成这笔资金。我想开来的是品牌体验馆，很多人问，哎，为什么你们公司为什么会专注于做品牌体验馆？你们不是有 B2B 的市场啊？因为我们的重点就是体验馆，然后让我们更多去体验我们的产品。Get ready to rumble! 50 players, only one wins. Make the right move. Strike! Climb the ring, masterful. Outplay others, become the last master standing, and win exclusive rewards. Do you have what it takes?增加完成的话，整个投资是需要多少？整个投资额，我们相信差不多要1000万左右。那么我现在问的是，为什么不直接来1000万 ？OK， 因为在现阶段，我们不想来用这么多钱，而且我们要把我们的成本持续不断的在提高。我们相信，如果你们好的话，可能如果市场更好的话，我们可以不断的在提高我们的估值。我们谢谢谢布的不用跟眼镜，谢谢你们，谢谢。在股权众筹的领域当中，还有另外一种也很常见的股票，它也是投资条款的其中一款。这种股票叫优先股，它是股权投资带有条件的股票，他们没有投票权，然而这常常有固定的分红，而且有年限。在年限到了以后，一般变成可转换。或者可赎回，如果转换就转成普通股，如果赎回指的就是把你原来的投资额拿回来的意思，每一年就赚取固定的分红，年限到了把你的资本拿回来，因此你就这几年可以赚到固定的分红或者固定的占领这一个市场，所以，
让所有的投资